我是跟照呢部戏的角色入面的人物去谂呢个动作。六年兰州军区大比武，我是第一。因为呢个阿伯是后生嗰阵咧，佢系做特工嘅。咁佢而家退休落嚟，生活其实好似普通人一样。但佢遇到好多嘢，自动自觉就系用翻后生嗰阵嗰种反驳敌人啊，嗰种反击啊。嗰啲動作啊，即係全部睇落嚟咧，其實係比較自然啲嘅。後面，後面，都係後面。嗰度鬼佬入安全嘅畫面啱曬。不過我同佢關係不嬲都係 OK 嘅，只不過我係好多年冇一齊再拍戲嘅成啊。咁呢部戲佢做監製就係佢亦都好完全係信任我啦。當佢將個棒交俾我之後，我喺現場點樣做啊，點樣成啊？他是支持的，我会回来接他。老弟，早晨。我想他们都吓，哦，大哥拍了，怎样？我想他们对我都有些信心的，即是我，他们想不到我要请他们来，很安慰，朋友，真的朋友。以他在电影圈的经验，能继续把他懂得的、学到的，来传给下一代。其实跟大哥合作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他就是很愿意照顾他周遭所有的。我啊，麦家啊，徐克就系佢支持我哋。佢系一个非常之出色、非常之优秀嘅导演。佢嘅作品我哋一直都好期待，同埋好想佢俾我哋更多嘅刺激同影响。我哋又唔同咧，要食饭啊，靠几个萝卜嘅八一婆啦。我连个八一婆都冇喎。我哋今次不但要啊拍得好过瘾啊，玩得好开心啊，同埋同大哥一齐咧，好怀念以前咧一齐拍戏嗰种开心感。大哥始终提过，新手仲系咁敏捷，把你好。即飞有飞。个剧本系相當好，同埋好有感覺啊！即如果有部好好嘅劇本，你真係好難得，同埋好想去參與啊！添，我哋嘅電影世界係真係好需要佢噶，我永遠都會喺佢身邊，只要佢需要我，我就一定幫手。